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自然拼读读音 A A B B C K D D E A F F G G H I E J J K K L O M N N O O P P Q Q R R 这个它是错了还是可以？不是，它没有这个 Q 就没有这个拼读，它一定是 Q 和 U 加起来的。啊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，就是从这儿开始读，好吧？好，从这儿开始读。Q K R R S S T T。哎，你把它翻回去，对，继续读就好。它这个读完了吗？嗯，你再读一下。T T U A V V W Y X X Y。Yeah, Z, Z, 你学会了吗？嗯。